创办 Infinite 是和他的过去有关，这么多年他始终创办 Infinite， 说明他一直没有放下。看来虽然你们结婚了，他也没有那么信任你。 天不知是鱼不可及，痴心妄想死皮赖脸、平平无奇的臭唐平。你专业成语词汇量还挺大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只有为期一年的婚姻，那也是我陆芳宁的婚礼。<笑>我虽然是个虞姬，但我本人真的一点点一丝丝都不八卦。你们真结婚、假结婚、什么时候准备离婚，我真的。 什么都不想知道。蔡思雨，你再挖出大新闻，就直接背包走人啊！啊，怎么办呀？你睡得倒是挺香的。
跟个猪头一样。你是要主动的，不是让人当你的安眠药的。生个孩子这么难吗？比创一个新品牌要难吗？婚后幸福指南第四条，清晨是最佳时机。后面这个拉链呀，拉不实。两天？那还是一周吧。我这边没有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那挂了。黄宁。嗯。我这边医院出了点状况。怎么了？接下来一周都会很忙，我可能晚上就不回来睡了。一周？不是，那你不在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呀？你想做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俩是新婚夫妇，恩爱是我们俩现在的人设。那你走了，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呀？那我就去跟爸说明，我相信他一定能理解的。不是，我这样也好，我们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，装点辛苦。还容易穿帮，现在好了，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分开。那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。什么事儿？我刚听你说拉链。没有，没事。你走吧。好，那我去上班了。这什么人都放进来啊！三本，没事吧？都看什么呢？散了吧。我机智，要不然尴尬死了。
还没找陆总说录音笔的事儿呢。啊，录音笔呢？还是面包，让我去做面包测评师算了，就让我度过这个月的指标就好，凑一个大新闻吧，陆芳宁。来都来了，不找陆总合张也应该不过分吧？天不知时，鱼不可及，痴心妄想，死皮赖脸，平平无奇的臭躺平。你穿越成语词汇量还挺大的。哎，我好像认识这个录音笔的主人，回头我还给他。哦，一会儿我们先去看看你的新办公室吧。快点走，别来了啊！我也不想再看到你们。喂，陆总。你不看一眼，抱歉啊。没事，您继续。为什么问我多少钱能被收买？你要是没拍到周卫健或者露露姐，就你这段位别说十万，人家肯给你一万就不错了。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呢是轻易不会被收买的。记者是一份神圣的工作，我的理想呢是获得新闻奖。不用担心。我不会玷污你神圣的理想，因为我没打算给你一分钱。这里面的内容呢，我已经全部销毁了。不过除了了解到蔡小姐您日三餐爱吃什么以外，没什么多余的内容。俗话说，虽然录音已经销毁了，但是你脑子里的……等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虽然是个小记者。我也是有人脉的。你们陆明虽然都选一二线主流平台投广告，但是我们小平台炒话题可厉害了。你要是敢乱来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嗯，你吃面包的，接着说吧。说什么呀？吐槽陆明的广告投放呀，说吧。我刚刚是在吐槽吗？我是在威胁你。还有啊，你们每次都投在我们娱乐版，谁说娱乐版逛的人多，广告效果就好了？娱乐八卦那么精彩，谁要看糊在明星脸上的床垫啊？啊，就算我不小心点进去了，居然是公司主页，床垫呢？沙发呢？我上哪儿找去？还不如看明星呢。你花了五年时间还在报道娱乐明星的花边新闻，这辈子都拿不了普利策奖。不如这样，你来我们陆明集团的策划部，踏实赚钱怎么样？你怎么还打击人呢？工资翻倍，完成绩效以后奖金另算。我私人呢？再多给你三分之一，从长远考虑，比你当豪门小媳妇划算多了。至于那个秘密嘛，你就要从你的小脑瓜子里彻底删除，懂吗？
点的，饺子新闻呢？不饺子你给我辞职，我秒批。他辞职了，你批准了。蔡思雨，后天上班。说什么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说一次，本公主我不干了，去你的九九六，去你的狗仔队。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新婚归新婚，年轻人，注意节制啊！我们结婚的事，你先别告诉其他同事。那怎么着？你还想玩隐婚啊？不过你们这配置，我觉得你直接隐身得了。他的身份特殊，不希望我们的婚姻过度曝光，我也不想干扰到我的工作，所以你管住你的嘴。凤宁，林睿今天晚上真的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医院忙，需要加班吗？可是，行了，又是那些老话是吧？新婚第一天出去工作，加班不好，对吗？那你忘了，咱俩结婚头一天我就出去谈生意，生意还谈成了，你特别高兴，说有钱赚，还说旺夫，你忘了？挣钱可以白天挣，这晚上时间多宝贵啊！凤宁啊，还是要抓紧的。哦，对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方宁，来来来来，这是我专程给你炖的汤，三碗水熬成一碗，可补了。你把它喝了。哎，不能再喝了啊！哎呀，红酒可以喝一点安神的，没害处。那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啊，对孩子不好。哎，叶酸补没补？那个要提前吃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喜欢男孩女孩？哎呀，阿姨觉得你不要生男孩了。生女孩，生女孩，生女孩像爹。嗯嗯嗯嗯。哦，为什么上火的会是我呀？为什么爸爸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不在这坐牢啦？这是你家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怎么就坐牢了？啊，这又没网，又没手机，不坐牢是什么？我不就是穿了个婚纱去婚礼现场了吗？怎么，我穿婚纱没有陆芳你好看吗？哎，平平，嗯，爸病了。哎呀，爸，你没病。不，我有病。那我也没有药呀。爸，上次是因为我想见林医生，所以我才说你有病的。吸过来啊。不是，这医院给我打电话了，这次不是装的，我真病了。啊？
李瑞，人在这儿了。那个，那我撤了啊。哎，鹏鹏，你留下来，等一下。林医生，你救救我爸爸吧。你父亲现在已经有了充血性脾肿大的情况，所以我建议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根性治疗。是不是特别严重呀？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，但如果是脾脏病变的话，就更应该及早确诊和治疗。我听你的，我们做手术。那好，我给你开入院通知单。啊，林医生。嗯。那你还愿意帮我爸爸做手术吗？当然。他是病人，我是医生，救治病人是医生的工作。好了，就诊卡你有吧？嗯。去缴费吧。嗯。哎，那我给你报多少钱红包呀？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傻？怎么能当我面说这个呢？我就说我得走吧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们不搞这套。来，去缴费吧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公私分明，漂亮。哎，今晚回来吗？22床的病人呢比较特殊，他这个肝脏大小形态正常，但是你看他的轮廓光滑整齐，薄膜清晰，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好他的温度和监控，注意好防范啊。啊，彭医生，这家属谁啊？跟咱们林主任关系好像不一般啊。不枉夫十位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这都第几块了？这块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哎，这块吧，它是个顽石，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咱家主任呢。直接影响到主任？啊，他们有私人关系啊。总之，这不是工作环境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少让别人打听咱家林主任的一些私生活，明白了吧？懂了。方宇，你怎么又玩手机？你妈都说了，你那个病就是玩手机玩出来的，没治。爸，我压根就没病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问你，你肯定说不了实话。我不问你，我问林瑞。嗯，我说怎么差一个人呢？林瑞呢？老宁，林瑞呢？这我得说说你。你是不是又跟林瑞闹意见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可不行啊！你现在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，你要再这个样子，再好的男人，这日子也会过出问题。你说林瑞多好，论工作，人家在医院里头，对吧？哎，姐夫。嗯，爸，您找我？你在家呢？哦，我刚回来。方宁说你晚上不回来了。啊？哦。我本来不打算回来，临时决定回来拿件衣服，拿完就走了。但你就吃完饭再走吧。啊，不吃了，医院着急让我回去。爸，我去跟方宁说两句。你好好吃饭，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，再好好补偿你。好。爸，阿姨，你慢慢吃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那个刘瑞，哎，再忙饭也得吃啊，还有就是早点回来。好，去吧。那个美瞳挺漂亮的。我没戴美瞳。那就是你眼睛漂亮。你是？哦，我是家属，来找林主任的。哦，对啊。哦，不是。
什么林主任？啊，你看这个呢，是我给你们医生护士一起吃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哟，行，我明白了。哎哎，这个谁都不许动啊！我看看。哎，哇，这个杨晶，你变态，你跟我们小姑娘抢星星蛋糕，就是。这个是留给林主任的，懂点事儿吧？哎呀，我给你换换，我好像是不回消息，人又突然杀回来，杀了回来，又不留下来过夜。婚后幸福指南，我撩空气吗我？姐，我刚刚可什么都没听到啊。敲门了吗？静，我看你这小耳朵挺灵的，干脆别去卖场了，当接线员吧。姐，我觉得卖场挺好的，才不想当什么接线员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跟医院打过电话了，其实姐夫今天不值班。他刚刚那么说，应该是为了不让你尴尬吧？本来就是他不对。姐，要不这一次你主动点儿？我上次听姐夫说，说他医院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宵夜店。要不你这次送一次人肉外卖，温暖温暖他。姐，我也是男人，我懂男人喜欢什么呀。陆芳雨，你信不信我让你立刻现在马上就滚出去？我信。滚！我信。快滚！哦。滚！哦，我滚，我滚，我滚。姐，我可是你亲弟，我一定会帮你的啊！滚！一个说认真履行合约的人，连着两天不回家。我难道要乖乖的在家里等他违约吗？当然不能了。我当然有这个义务去提醒他，帮助他。唐平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林医生知道我爸爸生病之后，特地马上给我爸爸安排了手术，而且他还强调一定要自己亲自做。而且他还知道我不喜欢跟太多人待在一起，所以还给我爸爸安排了单人病房。哼，太暖了。你要干嘛？这可是医院啊，你别乱来。唐萍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林瑞呢是个医生，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医生，对病人呢还有病人家属的照顾呢都是应该的，是他的责任，这没什么。单人病房，别说林瑞了，唐叔也没这个臭毛病。倒是你，不生产，竟知道浪费社会资源。你行吧，正好来都来了，走，带我看一眼唐叔叔。你给我放手！没听他们说吗？男未婚，女未嫁。这医院里的人可都不知道林医生结婚了，你说他为什么不告诉别人？是怕离婚的时候麻烦吧？哎，杨医生，杨医生，你住的谁？二床家属。具体点。哦，林主任的特殊家属。方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果然没戴戒指。一年期限，你倒是记得很清楚吗？什么意思？口口声声说你有契约精神，会履行合约，随随便便收别的女人的蛋糕，对别的女人亲切，就是你履行合约的方式吗？方宁，我们能不能好好沟通？我现在是在用空气说话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每天一个人在家，所有人都问我你去哪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怎么告诉他？哪有刚结婚老公就忙得连动向都没有的。
我这不还是怕露出马脚吗？那今天呢？我跟所有人都说你不回来了，然后你又突然出现，弄得我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是我的错。对不起就完了。我问你，林睿，在你现在的人生中，你有时刻记得你已经结婚了吗？需要吗？当然需要了。新婚夫妇本来就不是嘴巴上说爱爱爱，手上牵一牵就可以的。我们俩现在这样根本就不像一对新婚夫妇。我告诉你，如果露出破绽了，就是你违约，是你的问题。我的问题。终于能在这种高大上的办公楼上班了，哎呀，果然都是精英啊，看上去都是那么高级。可是上班干嘛要穿成这样呢？我的脚脚好痛啊！蔡思雨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哎呦！我来啦！呀呀呀呀！倒了倒了倒了！哎，加油！哎呦，哎，小姐姐，你这新村刚出来的吧？装备还没熟练呢，怎么说话呢？别撩我啊！我没撩你哦，要不我帮你吧？哼，不用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帮你吧。别碰我！哎，别碰我！你闭嘴！陆总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才看到了。他推我，他推我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要不碰我，我能推你吗？我这好意吗？陆总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去叫保洁阿姨。你，蔡思雨，陆总监，为什么他们俩会在一起啊？蔡思雨，干嘛呢？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？糟糕，陆总不会误会了吧？三门，你这是陆总，我咖啡真的不是我泼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上班第一天就坑上司，这个月奖金没了。走，三门，上去换一身新的。是。小陆总，就扣奖金，哼，我以后怎么办啊？蔡思雨，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留下来吗？不太知道。小陆总派来的空降兵，居然是你这个新人村刚出来的啊？第一天上班你就敢泼人家陆总监一身咖啡啊？不是，那咖啡不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泼的，我泼的，你还敢污蔑我？我泼的，是我泼的。起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看你态度还不错，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了。反正之后你也是我策划部的人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我罩着你。那太感谢了。别着急，我姓林，叫林奇。
当然，你也可以叫我林组长。哦，林组长好。以后公司上上下下有什么问题，你都可以来问我。不过，估计你也没什么机会了。你刚把陆总监给得罪了，估计待不了几天喽。啊，那个陆总监是不是很可怕？可怕？何止可怕，简直就是一个传奇。传奇？嗯呐。那都有什么传奇？第一，陆总监手下有两大护法，跟了他十几年了，不管在国内外，从来都对他不离不弃。领袖魅力，那心胸应该比较宽广吧？哎，不一定。这第二，他虽然姓陆，但是和陆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他是陆董事长收养的。哦。但是他顶着这个陆姓，不知道为陆家做了多少大老板想干都不敢干的事儿。身世之谜，复杂又神秘。男主标配，还有什么？你别着急。第三，十年前他和他马上要结婚的未婚妻突然分手了，谁也不知道谁甩了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嗯。之后，陆毅瑶就去了瑞典十年啊，一次都没回来，简直就是为爱走天涯，千古情痴啊。嗯。还有吗？这就没了。哎，除了两大护法未婚妻，就没有陆总监什么更劲爆的八卦了啊？眼睛坏了？那什么，陆总监，我又跟我演，演挺好啊，你还躲？你想听什么故事？我亲自告诉你。